第一次到香港吃港式阿飞，是这样叫吗？他在每一楼打开就会有一个新的东西，好像就会让我觉得好像，好兴奋，好兴奋哦。嗯，我喜欢这种黏黏的、这种软软的感觉。食神四大名菜之一，黯然销魂饭哦，第四名。游戏还没开始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四十二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有没有听过摩干爽？摩天大王，哇塞，我是超猛哦！你刚刚看我是吃泥的样子，应该就明白。我多么希望可以全部都带走。天哪，这太好拍了吧！好可爱哦！来了！我拍了！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四十二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